咱们电视的观众朋友，海内外乡亲时代，大家好！咱今咱的贵宾啊，就是咱台湾小留学生家长官长协会的秘书长啊，咱玉琪兄哈，啊，咱这留学尼勒佛的，好、啊，这不是哈佛的哈、啊，尼勒佛的哈，啊，咱今日哈、啊，咱过来咱访问网络电视，加甲咱海内外乡亲时代共同来见面。好、啊，咱今日要讲的主题呢，就是讲啊，近日啦，你来看讲哦，因中华民国咧启动，讲呐，选到这个啊，换民进党执政啦哈，啊，就无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灭亡啦，已经迄个其实吼，1949年就伫南京就灭亡去啊吼，迄拢无算啊吼，来台湾搁重生的啦，搁重生的吼，啊，即马讲着上界重要。伊讲哦，那是这个蔡英文主政者啦，民进党主政者吼，外交拢会当家拢离离啦吼，拢无啦吼，啊，咱台湾的会遍地烽火啦吼，安尼啊，有诶，着电视顶外就讲哦，有诶人诶，着是会得恐吓败啊，恐吓无效啊。迄是讲对少年人啦，对一般诶，这个生理人无在看电视啊，无啥，迄原来有效果呢。吼、哦，啊，所以讲，咱今咱请玉琪兄，着咱因为伊诶做物甲咱无共款啦，伊搁伫即个荷兰做过外交官，伫美国，啊，伊拢教即个欧美各国，啊，定期拢去啊，吼，去啊，去啊，甲人分享一寡代志吼，拢会当吸收甲咱无共款诶。啊，咱咧伫古迹内底，啊，咱用竖杠伫遐咧看天，啊，伊呢，其实咯，伊吼无伫古迹内，搁伫古迹外乱乱踅安尼，啊，所以讲赖赖索啦，安尼。对啦吼，系啦吼，啊，伊安尼讲的吼，较正确啦，因为伊也毋是咧做官嘛，伊拢用迄、那个路人甲、路人乙安尼底下咧观察嘛吼。好，啊，咱今咱就来讲这個，是毋是讲外面进动执政了，咱就遍地烽火，啊，外交专登啊，台湾得安怎去安尼？其实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吼，西方人定来讲一句 common sense， 是基本常识吼。基本上，这个意思是讲，唔免读书，唔是知识啦，唔免经过学校体制内的教育吼，啊，你就会当捌的。啊，这常识拢是来自你人生的经验所累积的，你才有真侪常识啦吼。啊，知识当然要来自体制内的迄个教育，甲你教育的养成的教育了，对，你才会当学到真侪无同款的知识。啊，但其实咱咧分享的拢是一个常识啦吼。台湾即卖是全世界教育普及率第一名的国家，啊，结果咱的常识是全世界，全世界侏儒呀，上奥运圣多登的第三名了哈，从迄只网络来这人去传的了哈，啊，这证明讲台湾人有读册，真侪人有读册，啊，即卖嘛无文盲哈，大家拢差不多捌字安尼，意思是安尼啦，比美国国家，比美国国家普及了哈，比欧洲真侪先进国家国家普及，啊，可是呢。咱的学历是全世界，咱上界管的教育上界普及的国家，为什么咱的常识遐尼只差？原因就是咱70年来受到中国国民党的洗脑、甲愚民的教育，而且洗脑甲愚民的教育的经营之下，会产生啥？家己无家己的，咱家己拢无家己的想法，每一个人无家己的想法，咱的想法是对人的想法、对人的讲法在行吼。所以我定来这部上跟大家分享讲。一个人最上界可怜的是讲无家己的想法，不管你册读外高，不管你学历偌好，你拢无家己的想法。人家你讲啊，你就爱打好下人哦，啊，你就爱打好下人，迄是真可怜。一个人无法度做家己，迄是真可怜。那么即马，咱来讲重点是讲国民党，中国国民党定来你讲，最近定来你讲哦，啊，蔡英文当选了，咱外交会断了了啦吼。啊，其实讲中华民国就会灭亡。中华民国的灭亡就是每一遍的选举，中国国民党的候选人拢会讲啦。啊，所以这个北蔡的政府吼，已经70年的北蔡啦。伊讲的话，我想台湾人若阁听会落吼，我是感觉迄无知识，阁兼无常识啦吼。70年来，国民党多一句话是真的啦吼。对这个蒋介石走路来台湾的时阵，讲要反攻大陆、三民主义、要统一中国。哦，专政自强，处变不惊，啊，光复河山，还我河山，光复大陆。一年准备，嘿，两年成功。我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嘛，吼、哦。一直到包括跟马英九的时代，哦，
包括慢慢越是来六三三的政策有诶无诶吼，伊所承诺诶，包括你这最近这主什么迄，伊讲哦，做好做满，伊绝对无要参选2016年诶总统，啊，但新北市诶市长绝对要做甲完做甲满。你甲看，伊多几项是有真诶，但多几项是有公信力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叫做迄落，我拍一个广告，迄个叫做一路骗啊。对。啊，当然，这拢是较属政治性的骗法。嘿，是。咱来讲，这个国民党执政下的这个政府啦，嗯，还佫有甚物？伊佫有公信力啦吼。我会记得节目上阿爸甲大家分享过，欧美先进国家，每一个国家拢有入卖乐透彩券，对，台湾嘛有啦吼。是。啊，你。台湾政府咧卖公开卖乐透彩券，唔捌公开讲什么人得第一奖，干那有知影讲有得第一奖安尼一人，啊，但是迄人什么人，你永远唔知影。大家拢会当看到，不管是拢会当看到媒体杂志报纸。最近就讲，因为21讲伫中和要开出来，结果中和所有诶迄落人拢去遐买安尼。对啦，啊是真诶，还是假？啊，当然我咧讲，迄无公信力啦。因为我相信，包括。这个了解，包括咱主持人吼，姐姐，咱的台湾的这个人民，应该拢真正看到电视、甲报纸、杂志报，美国某某人，吼，钓到乐透吼，几十亿，人伊拢公开嘛吼。是啊。但是呢，伫台湾执政70年的这个中国国民党，吼，包括过去8年执政的民进党也是同款啦，拢无公开嘛吼。公开的目的是啥？就取得人民的公信力。唔故意讲，假讲钓到迄啊公开落去吼，人会去啊，黑社会去啊，给伊迄落恐吓啦吼。是嘛？啊，亲戚朋友会去给伊借钱。是嘛？啊，那如果那是讲一个中钓到迄款乐透彩券第一奖的人来去遇到这问题，啊，请问上个责任嘛？美国人敢袂安尼是？你若讲安尼照这個道理讲，美国公开迄个得奖的人，伊咪遇到这個问题啊？谁让人伊敢公开？迄、那个政府有公能嘛？啊，这个政府无公能嘛？迄差别了。所以咱这部分嘛是啦，咱多数的民众还佫对这个啥？对这洗脑教育咧行咧。因为伊甲你讲，啊，这你若公开得奖的人吼，伊有生命危险，伊有治安的问题，伊有安全上的危险。啊，那安尼是讲的，我。交税金，我你不用讲，这是你政府去解决的呀、啊。但是呢，可怜的台湾人啦，多数拢会相信伊讲的真有道理啦。啊，为着要保障着种的人的安全啦吼，啊，所以咱实在有影未免要讲公开。这拢是洗脑教育，我看起来这拢洗脑教育，这洗脑教育，这我拢无法度接受啦吼。因为我也去过真济国家，人去钓了有关那些彩券第一名的头奖的，几十亿的，还是讲几亿的，人不能人公开，人迄个姓名。大个所在厝拢互你翕啊！系啊！啊，你讲台湾有讲有迄治安问题有危险，啊，人伊讲无治安问题，讲无危险。迄个啥？人美国人交税金，人伊就是有迄尊严，就是讲我钓到头奖，我本来就是爱公开互大社会大大众知影，证明讲这个讲法是属实的嘛。嗯，对、哦啊。台湾无嘛？伊有讲啊，讲参与咱电影伫个网络顶广告哦，这是什么迄啰收银员啦、啊？吼、哦、啊！几个人公家买着了啊，结果一人得着偌济，讲偌济爱捐出来，偌济爱创啥，偌济爱创啥，伊拢安尼计划较好势，好势，互人翕安尼。是嘛？啊，所以说台湾拢是足奇怪的一个社会，因为迄种伫我看起来拢是一个愚民洗脑的教育所产生的一个社会啦吼、嗯。所以这个政府根本上70年来根本拢完全无迄个公信力、嗯，所以咱一定爱想办法伫即摆这真难得70年来吼。唯一一摆上好的机会，当改变咱台湾的未来，一个搁较迈向一个里程碑的即款的未来了吼、嗯嗯。啊，你讲外交一断，全部断交。啊，你讲中华民国的亡，嗯，大家若认真去读历史啦，1949年中华民国就死啊嘛，都无啊嘛，吼、嗯哦。啊，你讲即摆台湾的中华民国，啊，有人讲迄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哎、嗯，流亡政府是啥？流亡政府是有联合国有承认的。就达赖喇嘛就是流亡政府，阿拉法特嘛是啊，吼、嗯哦，啊，流亡政府会使会领导者会使去世界各国去访问，伊会使去白宫遐招迄个奥巴马来啉下午茶咧。是啊，是啊，哎、欸，人叫流亡政府吼、哦，所以咱真侪人拢吼，因为啦，因为这个受到这中国人的这款的儒家、这款愚民洗脑的教育，所以咱的心肝内拢永远有一个歹势，诶，这款的 embarrassing 迄款的想法。其实
忽然人讲歹势是阻碍进步嘛，咱歹势结果咱唔敢讲实话嘛吼、所以我曾经捌甲即个大陆人民的交通线呢，变过这代志，我讲中华民国绝对唔是流氓政府嘛，吼、啊，所以到尾伊嘛接受嘛，因为中华民国头壳尾拢无来台湾嘛吼、啊，所以中华民国根本无存在吼。啊！你啊，免讲为着讲啊，选票啊，落去甲勉强去甲承认，讲啊，咱拢大家拢维护中华民国。我会当只真负责任甲大家报告，中华民国永远未过再发生讲会当伫联合国加做是一个联合国会员的名称啦。我会当真大胆只只即马疫情啊吼。所以咱唔免去烦恼中华民国是毋是存在，因为重点是全世界国家的名拢会当改字，吼，不一定爱用中华民国。你看过去的泰国，伊叫做暹罗啊，啊不是，啊过去这个韩国，伊叫做伊叫做啥？伊叫做朝鲜嘛，哦，有北朝鲜、南朝鲜嘛。过去的即卖即卖目前的锡兰，过去叫斯里兰卡嘛，哦，过去叫锡兰，啊即卖叫斯里兰卡。包括国旗，南非嘛改过啊，哦，最近纽西兰的国旗嘛改过，只要。迄、那个国家的人民透过多数决的公投，迄、那个国家的名称，迄、那个国家的国旗，就是个商标啦，拢会当改变。所以咱唔通吼，定来迷失伫个吼，即款中国人甲你洗脑迄个教育，感觉讲中华民国即个民主牌爱抹掉，即对我感觉对文明先进国家的人来讲，迄是一个笑话啦吼。一个国家的名称就参照一间公司的名称，这间公司有可能经营一段时间。你和别人，吼、哦，咱过最近台湾某些公司安尼并购来并购去嘛，吼、哦，所以证明啥，甲包括国家的名称、国家的国旗，拢会当经过全国的人民的公民投票公投，那么改变国家的名称，改变这个国家的国旗，这拢是一个新世代、新时代一个普世价值，但是呢。多数的台湾人拢去荷兰，虽然讲足惊中华民国无去，哎，原来就无存在物件，你来惊伊无去啦，哦。虽然免担心讲中华民国是不是会无去，中华民国是不是有存在，咱也免烦恼这個。反正咱的现状，咱也无法度脱离到这個中华民国这個魔咒嘛。因为你无中华民国，你无承认嘛无法度啊。因为你无中华民国，是不是？眼睛会摘掉的，伫遐只，四肢血都夹伫遐只。哎呀，这个新主牌啊嘛吼。因为你无，我定来讲，我无管人，你有承认无承认，迄是你的想法，我拢尊重你。啊，但是咱不得不接受。安怎讲？你无中华民国身份证，你无法度办护照，你袂当出国去旅游嘛？你无中华民国身份证，你嘛袂当办健保卡，你就无法度看病，会当享受健保嘛？你无中华民国身份证，你就无法度去申请加入真济协会、真济社团、真济组织嘛？所以咱现状，咱这是不得已，咱一定爱勉强爱接受。如果有一天，咱的台湾2300万人闹共识，咱会当透过公民投票嘛？迄上届民主，上届符合民主的程序，啊，那透过这个公民投票，啊，会当改变这个名称，还是讲改变甚至改变国籍，这拢是未来咱拢爱做的一个目标的任务啦吼。所以也免别信讲中华民国是不是无去，这大家唔免烦恼。第二点就是讲。啊！世界各国邦交会甲咱谈，我是感觉安尼啦。世界各国的目前甲台湾有28个国家有邦交的国家吼，老实讲拢为着台湾，看着台湾的利益啦，看着台湾钱啦，啊那边送过拢送迄个天文数量。虽然叫有一个凯子外交的这款的讲法嘛，啊，但是呢，真可惜是讲啊，咱自这个李登辉下任个即嘛，吼，2000年李登辉这个下任嘛，下任个即嘛，老实讲。多数的国家，咱所派出去拢不是大事啦，因为咱即卖已经无外交，无真少有职业的外交官啦。对。因为职业的外交官爱受过真严的一个训练，你一定爱知影爱捌这个外交官迄个外交礼节，你爱知影这个外交官伫这个外交的场合内底，伊爱扮演什么款的角色，以你甲啦世界各国的即款迄个外交人士你交流的过往的当中。伊的迄款举止，伊的言行，拢爱真小心嘞，因为伊是代表，伫外交官是代表迄个国家嘛吼。所以讲，咱难免担心讲，即马现出是台湾，还佫现以为20几个国家甲台湾有邦交，一个一个当嘛，不一定歹代志呢。对啊。老实讲，咱这笔钱欠起来。是啊，咱就当先足侪钱啦吼。你甲看咱援助侪即款援助人的钱拢啊，拢走去迄款。
诶，独裁者诶，甲底下嘛吼。对对。啊，老实讲，目前甲台湾有邦交诶，这二十几个国家吼，其实拢伫世界上拢名不正经经传啦。对啊。哦，伊诶人口都无咱遮一个关系。无啊，重点嘿，重点是目前甲台湾有邦交诶，而且即款迄小国家吼，老实讲，伊领导者大部分拢是一个足无民主，毋是真文明诶一个人士吼。所以咱去援助。啊，就甲伊讲物以类聚嘛。对。所以咱援助的钱吼，外交的医生，还是讲开支外交也好啦吼，其实真济拢唔是无达到着咱做外交的迄个目的。外交的这一旦咱当然这徛伫人道的立场啦吼，开发中的国家本来就是去协助这未开发的国家，已开发的国家啊去协助开发中的国家，这是全世界的一个人道的普世价值，咱嘛袂使忽视。因为咱有迄个能力，咱嘛去人去甲这个世界做一个人道的救援。可是呢，咱去救援的这个国家都唔是文明的国家嘛？这个、国家老实讲，伫世界上拢无啥人会重视的。像咱你是讲这个中美洲啦、南美洲有几个一寡这独裁国家吼？嚯、哦，咱来我甲当作布，咱的总统吼、哦，当年拢爱去访问遐国家吼、哦。美国总统我十年去一摆就是袂歹安尼。啊，咱是当年你去的了，对啊，佮送去佫还好，佮送足济的钱安尼去互伊，啊，咱咧内底散食佮还贵都唔低啊。啊，因为咱咧去巴结嘛，对啊。啊，这个拜神。事实啊，伊伫迄落联合国，伊几个替咱讲话啊。讲话嘛无难啦。对啊，系啊。何况咧，因为这国家吼，你去佮巴结，你去是去佮巴结嘛，啊，这巴结吼。跟咱拜拜同款啦，你有去个添油香，你有去点光灯，伊不一定会给你保庇嘛，迄道理同款嘛。系啦，都安心嘛。是，所以我就感觉讲，咱爱做一个较有思维、较有家己嘅想法嘅人，因为吼，确实你嘅思想、你嘅想法，乃对别人嘅音乐咧起舞，还是讲对人嘅一关咧卡步咧行吼，你无你家己嘅想法，我感觉这是一个世间做一个人类真可怜、真悲哀嘅一关嘅想法吼。所以你有你应该爱做一个讲，你有能力判断你家己的代志，你有法度做你家己，啊，你有能力去判断讲，你要选择一个理想是甚物人，啊，足简单，大家心肝内拢有一支是非的笑啦，迄支大家人每一个人心目中的一支笑，其实讲甲提出来拢是差不多，标准袂讲差介远啦。啊，今仔日若有人失去了是非，啊是讲跳脱到即款的公义、公平、正义。基本上拢是迄利，或伊良知去有利益甲暗藏，啊，所以伊才会做出违背你甲我同款的是非的迄个标准。这是对啊，应该咯，迄个国民党也真好吼，因中国人应该该疼惜着唔去啊，那会该赶出来。是嘛？好啊，你看卖，阿姨讲伊赶出来了，伊走来咱家，阿姨讲哦，迄个共匪啊，遐安怎吃草根呐、啊、吼？嘿、安怎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讲伊遐是安怎都安怎迄、那、落、個啊，结果呢？敢真实安尼？你即马迄落网络拍开，啊，搁因的影片在遐看，因翕的迄落灾难片也好，迄落未输咱遮呢，咱遮搁翕未出来迄款的，迄款的影片呢。啊，所以讲哦，我就讲咱台湾人，唔知哪奈对这个国民党吼，伊讲的吼，拢总信安尼啦，啊，拢用欺骗嘛，一路骗到底啦。啊，讲彩虹这边啦，讲伊迄落游行啦吼，讲二十万的啦吼。啊！若因安尼游行二十万的，我唔都讲七百六十五万的人，当下底家己迄落，啊，那会有的是因为伊无来的关系，骗到安尼实在有影哦。这摆国民党号称二十万人正惊上街头吼，老实讲，迄嘛是种做票的行为啦，啊，个诈欺的行为。对对对。伊要误导人民，讲伊要真团结嘛。嘿，对。伊还阁足侪人在家支持安尼。啊，其实喏，讲台湾的上届无知识是咧，即政治工作者，老实讲，伫即台湾的社会内底吼，从事政治的人，大部分拢是一个真无智慧的讲法。因为你所听到的政治工作者，伊拢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嗯，啊，拢会讲迄句话啊，大家拢讲迄句话啊，啊，结果啊，但是这冲突啊，这矛盾嘛，如果你若相信讲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安尼你就免去做即款迄个假象，要靠人民看嘛，吼，因为人民家己心肝的人也会去判断。我都讲，他都要甲大家报告，每一个人心肝的拢有一支是非的笑，迄个笑拿出来吼，其实拢差不多同款啦。好、哦、啊，今日无同款的原因就是啊、有人做局，有人欺骗，有人诈欺嘛，甲你骗讲，吼、哦，中国国民党是偌团结啦。
不过话讲落转来啦，台湾这个社会就是因为经过七十年的愚民洗脑教育，低俗到今仔日咱这诶人民的这款素质一直无法度提升，一直无法度向头前行，的原因就是这。我估计一个吼，正常的国家吼，譬如讲咱可比讲咱可比讲咱买一台车，咱坐的车吼，咱的车是要向头前行嘛？但是咱这七十年来，咱所坐的车拢是伫倒退行、倒退路。所以咱地数到今仔日，咱的薪水在对十六年前诶，即款的迄个薪水来降落来到十六年前的即款的薪水，吼22K、25K啦。对。因为十六年前，十六年前，我记我都差不多都二十几万的薪水啊咧。嗯。啊，是你甲想讲倒退到今仔日，讲剩十六万吼。是啊。啊，你甲。就是讲你呐，卖讲到十六年前啦，你呐讲哦，这八年来吼。恁过了足好诶，无安尼，吼、哦！你问你家己就好，是啊、你是毋是过了足好诶安尼？吼、啊哦！你若无遮诶，即啰诶，国民党你甲伊有迄啰裙带关系，也是某一种诶迄啰互相利益勾结，啊！你根本就你就无法度生意，无法度做落安尼。若即种诶人，你家己落去想就好啦。好、啊，咱即马吼啊，玉金安尼啊，休困者，咱等下念咪随时搁倒转来。好，多谢。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欢迎来台湾支持，大家好！啊，咱即马倒转来了，伊完甲咱啊台湾小留学生家长协会的秘书长吴玉琪、玉琪兄，哈、哦，咱这刘贤弥勒佛的哈，啊，咱阿哥哦，如来佛，即马是升级啊，哈、哦，弥勒佛升级，如来佛，嘿，啊，看这的这个孙悟空哦，看会当跳出你的这个五指山无安尼哦，啊，这个咱即马咱在讲着讲。啊！伊讲伊的外交讲外好，根本哦，咱诶欺骗社会，欺骗到迄落啊，可比卖讲啥啦？伫咱的隔壁，这个日本甲咱是毋是恩怨足深的？吼、嗯哦，这过去都大家拢知嘛吼、哦。啊，但是这个阿狗啊上台了，伊派一个讲伊的外交官哦去啊，你要派去啊迄落。那个外交官啦、啊、吼，暂且啦，听伊讲啊讲。就是冯骥才。嘿啦吼，伊。伊是迄啰仇日恨日，啊，然后底下遐呢，打迄个反倒登台仇台恨台湾人，主要是袂晓讲自己，嘿，一句自己都袂晓讲的人，讲派去啊做外交官，啊，这是什么款的？你来伊讲哦，爱做外交官，你爱什么款的？迄啰大部分普普的迄啰一般的常识啦，做外交官爱有具备哈哪一些东西啊呢？可能有真侪人无讲完全了解吼。是啊，是啊。每一个国家设置世界各国的大使馆、嗯，基本上都是情报站，吼，伊就是一个名情报站。嗯。但是名称未使讲情报站，因为这是太过敏感。嘿。啊，所以世界各国所置每一个国家设的、嗯、叫做大使馆。嗯。通常大使馆设置每一个国家的首都，迄、叫大使馆，吼。嗯啊，那是唔是伫个首都，因为有些国家真大嘛，可能唔是干大使馆队当负担迄个业务吼、啊，所以就爱设总领事馆，吼、哦，比如讲啊，咱的首都伫台北，啊台北都有某某大使馆吼，啊高雄都什么即个某某一个国家的总领事馆、你可比讲世界各国派伫中国的首都的北京，伊叫做大使馆，啊那广州、上海、湖南啊其他的省。迄叫做某某总领事馆，吼、嗯哦，啊，总领事馆就是啥，就是大使设立大使馆的下边的一个级的迄个单位吼、嗯，所以这是一个外交基本的体制，咱拢爱知影、嗯。不管是总领事馆或是大使馆，伊拢会当完成因的国家的人民服来服务因国家的人民所有的诶即款的需要的业务啦吼，包括领事馆在内。第二点，
所有的外交官拢爱受过真严厉的一个课程训练，上个起码，迄外交官爱具备的世界通用的语言就是英语，也即个交通的个能力吼。你个看这几年来，包括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包括即个世界各国派来伫台湾的在大使馆，或者是办事处。一些处地啦，伊拢会晓讲台语呢，台语拢会通呢，因为伊爱样讲当地话啦，迄叫做 local language 啦吼。为什么爱派这会晓讲迄个国家？你要派去迄个国家，你爱派一个会晓讲迄个国家的语言的大使。为什么呢？因为伊那你那会跟迄个国家，你会晓迄个国家的语言，你才有法度侵入迄个民间，你才有法度跟因的人民打成一片吼。估计咧。1972李光耀来台湾访问的时阵，新加坡的总理，伊来台湾访问嘛。迄当时即蒋介石、蒋经国呢，就带伊去即个中南部去旅游吼，去视察即个台湾的民间。因为李光耀是比较了解台湾人一般的农村、一般的生活方式，所以呢，蒋经国陪伊行政院长嘛，陪即、這个李光耀总理去中南部嘛。结果呢？去到中南部真侪农村，真侪咱的台湾人的社区呢，人李光耀一旦用福建话甲台湾人的台语沟通，用福建话甲台语是真接近吼。淡薄啊无共呢。想袂到呢，做一个台湾的行政院长，竟然无法度甲台湾人沟通，迄是闹一个国际足大的一个笑话啦吼。就讲你是领导的大家长，结果你讲的话，领导的人的成员拢听无。人别人来咱兜做客，哦，有人客来，你外口来的人客，甲恁兜的人会当沟通，你做好店的人，佮无法度甲恁兜的人沟通。即阵啊，才开始独显着一个台湾人，即独显着台湾人正侪一个有关革新的一个文化教育、文化运动啦吼。迄你当时新闻都播出来，即对一个国家来讲是真好。足见效的代志，足见效、足讽刺的代志吼。所以外交官。一定要经过一个真严厉课程，而且专业的外交官的训练以外呢，就是讲外交官对每一个国家，就是讲吼，要派去迄国家的语言，你一定要有听，一定要有基础啦，要有基础，上基本，你就是爱英文爱通吼，因为英文是已经成做世界迄、那个通用的一个，就管你的上界通用的然后广泛的这个语言吼。我估计一个啦吼，台湾即马几乎无职业外交官啦，为什么呢？因为咱即马无正式真大国家的一个邦交嘛吼。咱也无国家要干，即咱也毋是国家啦，派去的拢是办事处的人员，连咪什么中亚什么协会啦，什么名称的啦，名称几下也都无外交官的迄落。但是伊爱具备迄个外交官的迄款的迄个基本的對，对，但是平常是讲目前还佫有28个国家承认中华民国了吼，当然这是国际精神，因为着啥？为着要摕好处嘛，为着要台湾的当去甲伊做这个开始外交嘛吼，所以当然勉强会接受你这個中华民国这新主牌啊嘛吼。所以我讲台湾其实讲起来对2000年以后就愈来愈少，伊几乎不。2000年以后几乎都无即个职业外交官，因为咱派出去拢是一个非邦交的即个办事处，还是代表处嘛吼。所以派出去拢抽佣的，哦，派迄个军方的将官退休的啦，甲总统关系较好的啦，就派你去做迄个肥缺嘛吼。我讲一个笑话，从现状的咱中华民国的即个所谓中华民国即个外交体系来定。住这新加坡的曾经住新加坡的这个代表施亚平，现在是台湾的外交部的这个政务处长，好，施亚平安尼讲起来是一个职业外交官嘛，但是伊伫新加坡时曾经讲出句讲吼，列卡伊讲伊阵啊有马英九的迄个列卡的政绩嘛，伊讲列卡是一个旅行证尔尔啦，吼。啊，我咧，所以我写篇文章，我反驳嘛。列卡唔是旅行证，旅行证是会当伫世界。代表证才是旅行证。不啦，是不是？旅行证是会当伫世界各国旅行的，会证明，迄叫做旅行证。护照基本上伫英文叫做 travel document， 护照就是旅行证，吼。啊，你列卡咧，干那适用美国出入境用的尔啦。列卡是干那。唯一适合的，一旦用的，就是美国出入境啦。所以，
所以立卡吼，绝对不是旅行证。嗯，你就知讲一个自新加坡的大赛，嗯，竟然唔知影立卡，以及功能了吼、我就讲这就是一个。台湾足欠缺职业外交官的问足大的问题啊。嗯，对。啊，因哦不但哦不但这个唔知迄个基本上是啊，另外功能也无法度达到迄个功能啦。可比来讲，你啉一嘴茶。可比来讲啦吼，迄、那个三一一的时阵啊，啊你看人大家国家拢将因的人民哦，伫迄个辐射污染的迄个所在卡紧贴贴，咱这边的呢，吼啊，喊救人救无人，啊，拍电话转来台湾喊救人，啊，咱拢无法度，结果叫立法委员去迄个这个立法院哦去质询这个白菜鸡啊，伊讲，啊，这个国际上发生这个代志，咱嘛无法度啊。两手一摊，无法度啊！这就是咱定来做无少的讲讲，做一个纳税人吼，你应该有的权利是啥？啊，政府提咱的纳税钱的政府有啥物义务啦？是啊，我纳税金互你要创啥？权利甲义务一定爱做清楚啦吼。对。那么，伫台湾的这个所谓驻外单位吼，其实拢你服务，唔是你服务有关纳税金互伊的人，拢你。服务外国籍的，即有关的所谓华侨啦，即拢做大唔对吼。啊，不过安尼啦，不过是安尼讲，我有那爱听讲一个公道话啦吼。台湾因为甲世界各国无邦交嘛，所以你派出去唔是大使，你派出去的是个代表，商务官呢，商务代表，还是讲什么办事处的代表。然后是讲，即对美国人、对澳洲人来讲，伊看无迄个名称啦。台湾目前伫美国。在加拿大、在世界各国的名称差不多拢较统一了，叫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啦。因即马上届普遍使用的名称是这嘛。你对美国人还是讲来讲，对加拿大人来讲，还是讲澳洲人来讲，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伊那去解想讲这是大使馆啦。对啊。伊未解想讲这是大使馆嘛吼。啊，过来派出去这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处长还是代表。伊无法度去见到迄个国家派伊派去迄个国家的官方的官员啦，差别就是这家。你若有大赛，你若有派出去是正式的大赛，伊都有迄款的迄落官衔会当用得着。迄叫做迄叫做国际公约啊，这规定的吼，迄有适用迄款国际公约。你派来那是大赛，正式的大赛，大赛若去派去迄个国家，头一个工课啦，不去到迄个国家了后，头一个工课。第三天来要去提供到任国书啦。对。那个国家的总统要出来跟你接这个，那个欢迎说啊，欢迎你来这做大使。啊，这大使功能就是要解决那个派来那个国家，跟你派去那个国家，两个国家的这个经济，那关国家还是公共事务的协商，那是大使的功能。但是你派出去那是代表，不是大使。你是无法度去跟那个国家的总统，包括那个国家的官员。你上届会使甲迄个国家的国会议员、民意代表有沟通的管道啦，有讨论有一关迄个机密的管道，但是官员是袂当接受，因为诽谤到根据国际惯例惯例，你袂使去接触。你知意思吼？所以这点吼，一定爱大家真侪人唔知嘛，真侪人唔知。譬如讲，即卖真侪人甲金咩做当作那主秘代表啦，就主秘代使，其实唔是是代表。代表叫做 representative， 代使叫做 ambassador。ambassador 呢是会使跟迄个国家的总统、跟迄个国家的外交部的官员、所有国级的官员拢会当接触，会当到阵开会发映意见。所以咱若看到一个国家的即款迄个发生，一个国家甲一个国家发生着无爽快，还是讲无愉快的事件时阵，你拢会看到讲倒一个国家的总统或召见迄个别个国家派来的迄代使有无？因为看了新闻嘛吼，什么某某国家的总统吼，或迄个召见这个驻迄个国家的大使，就是讲要求这個大使当去家己国家讲，你安尼做这件代志是唔对的，吼，就苏联会当甲美国的大使，吼，驱逐出境，迄个叫大使。啊，那代表呢？
就是一般生理人，所以你名称叫做台北文化经济办事处，就是讲你专门你促进文化的交流，你专门你促进经济发展的念念啦。你是无伫我的户口内底，无伫我的这款咧。不是伫个官员的行列内底，经济内底就对啦。哦，你安尼讲我就知影，因为迄阵啊，我有一个朋友嘛，啊，伊一笔钱吼，去学一个菲律宾来遮的，迄落讲要甲伊做神，结果会骗过嘛，骗钱会骗去啊，人走。啊，伊就来找我，啊，我就去拜托一个这个立法委员吼，写一张批，讲叫伊讲咱的迄、那个大赛啦，吼，迄阵讲伊大赛嘛，咱拢唔知啊，就讲迄落，讲叫伊去找迄啊，讲去找到迄个时阵，内底吼有两三个迄落办事人员，伊啊英英没带子啦，伊讲啊，上要叫遐讲叫伊批，啊，就提迄落迄、那个立法委员的诶，迄落批互伊看，讲拜托伊落去到安怎毋吼？啊，伊讲啊，伊啊搞伊叫伊就好。是，所以我等较有时间，我就来写一篇大赛甲代表诶，即个差别啦。对对对，嘿。因为即真侪人对即个体制无够了解，是啊，就是因为咱无专业的外交官吼。我即马安尼解说，大家可能听较清楚，就是讲大赛是随时会使要求面见迄个国家的总统，对，还是国级的官员，对，但那代表是无可能吼，因为伊无甲你当作你是一个国家，所以讲最常一人讲啊，当然有加入联合国，无加入联合国无要紧，我讲迄是你无够了解国际以及国际法，你若有了解国际关系，你就知影讲一个国家需要一个正名。一个国家需要世界各国承认，是多就是偌尼啊，真重要的一件代志啦吼。因为咱不该当作一个人的时阵，你袂当跟人交流啦。对啊，哦、对啊，你袂当跟人客气啦。我懂。你看有迄咱的迄落人发生人迄国家发生重大事故，咱这边讲要派人去，人袂当接收；啊，要派人去共救灾，人袂当接收。啊，咱的钱物资要好人，人嘛无法度接收安尼。这个你就是唔是伫联合国内底有一个迄落的嘿。我讲一件代，讲一个例吼，这事实发生伫加拿大。大概你1994年左右啦吼，有些年我无啥，我等下查我的资料。台湾派去加拿大温哥华，有一个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处，迄、那个处长。要那是住加拿大的渥太华，渥太华是加拿大首都嘛吼。那是住渥太华，迄个是代表。啊，那其他小所在叫做处长吼。啊！即我记1994年当时迄阵啊，台湾派伫温哥华一个处长啦。迄、个处长呢，有一天半暝接到即款移民伫迄个加拿大的东乡，台湾东乡，打电话给伊，讲伊伫温哥华某某所在吼，某一条路发生车祸啦。啊，希望即处长会叫会当去个斗三工。啊，迄、个移民伫加拿大，迄、个台湾人因为都唔捌英文嘛。啊，所以即、这个。我甲我派伫即个温哥华即个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处长，就变去现场嘛，半暝差不多一两点嘛。啊，去到现场了后呢，人加拿大的警察、交通警察拢已经伫现场咧处理啊。吼，所以迄、个咱伊个移民确认吼，即处长的迄台湾人吼，就当然就紧我去甲即处长投诉，讲伊是伫遐发生，台湾人都即想讲吼。啊，结果。加拿大警察就我来甲这个发生车祸当事者讲，来，你袂使离开遮，吼、哦。哎，还讲我，就一直讲要甲伊处长讲嘛。所以加拿大警察就问伊处长讲，请问你是甚物人？咱的处长摕一张名片出来，给加拿大的警察。迄张名片叫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驻温哥华的处长啦。中文啦吼、哦。英文呢，就是啊，就是讲 Director of Taipei。Economic and Culture Office, Vancouver. 啊，这加拿大警察看无嘛？伊讲你公司行好，这个刚是跟公司行好主管，你来这要创啥？伊讲你甲问讲，你要创啥？伊讲你来这创啥？所以我讲，因为阮的人民只要发生车祸，我要来甲协助，我要来甲服务。伊讲这无你的代志啊。因为发生车祸的两方的当事人，拢是加拿大人啊。即阮加拿大法律处理，甲你无关的，请你离开啦。
好人洗面。这是事实发生在加拿大。嗯。哎，因为迄个外交官搞我斗嘛，尾啊，我有去温哥华阵咯。嗯。啊，有一摆伊请我食饭，伊甲讲叫我倒来替伊反映因这个外交人员的心声啦。是啊。是啊，迄个处长迄当时哦，九四年阵，那还不是一个体制内外交官哦。嗯。但是无多台湾都搞加拿大无邦交，所以派去的温哥华做这处长吼。伊嘛，伊就是反映迄心声，互我听就是讲，伊有外无奈，足无奈，嘿啊，无人承认你嘛，嗯，啊，所以去到现场去，互加拿大警察甲赶走嘛，嗯，啊，你个想法咩啊？迄讲北京伊讲情何以堪呐、啊？对啊，对啊，哦、我冇写过这段这个、嗯、这个故事了吼，是，啊，因为迄个处长也一直甲我保持拢有一个联系吼，嗯，啊嘛退休啊啦，嗯，啊，这就是啦，一个国家若无世界各国无人承认，咱的外交官、嗯、你甲看有外无奈啦，对对对，哦。所以最近包括伫迄法国的一个即个驻法国的代表啦，其实叫吕庆龙嘛。最近搬报电影搬到真好，从迄个法语搬报电影搬到网络上映嘛吼。嘿、嗯、啊，这、啊啊、笑声连连呐、啊。吕庆龙迄个我真熟的朋友吼，较早伊咧做外交部澳洲事的即个科长嘛。嗯。啊、你甲想，大家嘛甲叫大大使呢？嗯。啊，其实伊毋是大使，嗯，伊是驻法国的代表。好、嗯。哦啊，无伊村啊，迄个上真普通诶嘛，是讲，迄落马英九特别派伊去即落啊美国遐做美国诶大使。不是啦，迄代表啦，嘿啦，名称是代表啦，名称是 representative， 你知影？啊是 director 安尼啦，啊是真正当个唔办吼。是。所以我嘛找时间甲这物件传到大家来做参考啦吼。嗯。无咱对这外交事务吼，咱拢伤过陌生。是。哦啊，无了解诶人啊，拢安尼一知半解。我想这对一个国家的人民的素质要提升、哦嗯、当然这有一个阻力在那嘛。对对、哦啊、你如果没在外交界稍微有一个历练的机会、哦是啊、还是说你没法了解这个外交体系里面有很多是国际上应该要知道的一个基本的一些常识和知识、嗯、是是、啊、所以我们一直让人洗脑到今天我们分不清楚嘛、嗯对，是啊，所以讲哦，咱即马和玉琴啊休困者，咱等下来甲你请教讲哦，这个外交官要安怎养成啦？你认为哈、哦、SOP 安怎养成啦？卖讲哦，去到地多一个国家吼、哦，安尼迄落漏气波真顶啦，吼啊，佮有迄落咱遮个甚物外交官，佮用这个讲的咱台湾人纳税金的钱，我去买了甚物珍珠破人好人咯，拢甚物碗糕偌熟，甚物出头咯。有安尼哦，这应该讲哦，你养成这个外交官，安那都安那安那迄落，才会当代表着这个国家，会当替咱吼来做一寡代志安尼。卖讲去啊接电话的时阵，拢甲你提个礼礼安尼吼。嘿，啊，咱即马休困者，等下咱念咪随时搁倒转来。多谢。好，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来，我用支持到咱今嘛倒转来了。第三段又完甲咱啊，这个啊，今嘛未使讲弥勒佛啊，爱讲如来佛咯吼。啊，头壳都光光，哈哈，都如来佛嘛吼。嘿，啊，咱玉琴兄吼，咱过来讲这第三段，讲啊，要养成一个这个外交官，我知影这个工程真大，这个 SOP 咱拢唔知影，一般的咱这老百姓拢唔知，尤其咱今嘛啊，过几天啊了后，咱就是讲政权真有可能啦，吼，第一真无发生什么意外之外吼，就真有可能讲政哎，对吼，意料中咱政权爱换啦，是唔是讲今嘛刷嘞吼，要安怎做？啊，咱较早吼阿扁啊时代吼，有用者讲迄落，机什么？迄落讲民间外交的迄落大赛，迄无？伫外交部遐训练，我就感觉无讲啥咧。我嘛有去上迄个课啦吼，啊，就讲啊，甲恁讲一个安怎安尼哦，讲希望恁民间的力量，因为咱即马都无国家，咱要甲别个国家，无论啥物国家来透过救灾，透过啥物捐款，啥物安怎安尼哦，来做这个啊国家国的迄落
这个优好啦，嘿，对对对吼。啊，咱即咱来讲啦，正确来讲，要爱养成一个这个正确的这个外交官是要 SOP 要安怎养成？这你若无讲哦，无较紧该发出去吼，有的人拢唔知道。第一点吼，每一个国家吼，拢有这个国际关系，也即关迄个国际关系的即关迄个系啦吼。学习啦，对对对，甚至有正式的外交系啦，外交外交学系，嘿，外交。过去咱伫台湾通常伫政治大学拢有外交系啦，吼，台湾大学嘛有啦。啊，这几年也拢无啊，吼，原因就是因为咱培养出来外交官，差无底牌。要准备要做外交官，说都无路的，都无路啦，嘿，都无路吼。啊，这就是咱因为个世界各国主流的国家吼，啊，咱无帮交，啊，咱都无甲一个帮交。啊，所以咱才变作讲无欠缺外交官，吼，啊，而且个咱的政府的体制，吼，而且违反外交体制的事件足济嘛吼，所以拢无法度派出正式还是专业的外交官去迄个国家，所以该当派抽佣的，哦，做反正军人啦，啊，你甲这个总统的关系然后，裙带关系啦，啊，就迄个特权分子的迄个特二代、特三代安尼。第一点就是讲你爱读，比如讲政治系、法律系、外交系，或者国际关系系吼，这种基本的一寡培养外交官的基本的一个要件啦吼。第二点，这个。外交官的这款课程毕业了啦，不管你是政治系、法律系、国际关系，不管都是系毕业啦吼。你若是要从事外交官，还佫经过一个外交官的专业的课程。啊，这专业课程呢，内底会甲你教啥？会甲你教，比如讲啊，你去到迄个国外派去外国了后，啊，你爱所知影一寡国际礼仪，吼。我讲一个简单的国际礼仪啦，插播一下吼。咱看到前副总统连战的太太。因甲因翁去参加中美洲萨尔瓦多的一个总统就职典礼啦。啊，咱的迄个副总统的夫人吼，去甲迄个对方的副总统夫人握手的时阵咯，握手个握三分之一啦。啊，因为手个重三宝的千金小姐嘛，对啊对啊。所以伊就安尼甲你帮者，就表示讲安尼，伊就对你明白啊，你吼。嘿嘿嘿，足无礼貌。啊，这种违反外交基本的怪惯例啦吼。你讲握手，那不是讲安尼地震案啊，有了出力一个吼，当然袂使讲整个听啦吼。你爱表示你的心，感觉你心肝内底迄个诚恳度啦，诚恳度啦，你的诚意度爱有够吼。啊，所以若去哦，目睭正金的记者吼，去看到这个画面吼，人家翕起来，对，啊，伫迄个国家电灯杆的报纸看出来，讲美台湾一个迄第二夫人吼，你甲你国际礼仪的场合，含你的总统夫人握手，竟然是用三分之一的共握手啦，这就是啦，这就无受过专业外交官的课程，外交礼仪啦，应该是基本的外交礼仪啊。所以外交官，不管你他如果讲遐系以外啦，哈，学习以外吼，就是要经过一个外交官真专业的一个课程的训练。啊，这个课程训练就是啊，就是讲你爱要派去做大赛的一个资格的要件啦，吼。包括你派去迄个国家，你要安那去拓展到这国际关系，吼。要哪去拓展当地一寡在甲官方、甲这民间的这款团体、民间的这社会，要安哪去互动？要安哪去互在迄个国家的人了解讲你是对台湾派来？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咱的迄个前新闻局的社志委、局长社志委，嘛是咱迄个东吴大学迄个外语外语学院的院长啦吼，伊嘛曾经驻德国的代表啦。对。伊是我看到的所有的这外交官吼，上个认真嘞，吼，伊去到德国虽然伊不是做大使哦，伊是代表，但是呢，伊去德国去做一款代表那段时间呐，伊是真认真，拜六利用拜六礼拜啊，走去德国的关的所有的民间的这款的乡村啦，是讲的民间社团，伊拢去推荐探查隐隐哦，可能了解讲，什么是台湾，啊，台湾伫倒位啊？迄个外交官爱去做嘅工课啦吼，拄则我有甲大家报告了，就讲大使馆基本上就是一个情报站啦吼。啊，当然，即个无非邦交嘅国家，你设嘅代表处嘅代表，其实伊嘛是去做情报啦吼。伊爱不只是爱去推广到台湾，和迄个国家嘅人民、全国嘅人，足愈一人知影讲啊，即面是台湾，啊，台湾伫倒位吼，以外。
伊嘛都爱去收集当地迄、那个国家，嗯、比如讲经济啊，是讲迄个政治，在亚党、政党是啥物人，伊拢爱去做即个即款迄个了解迄个国家的一些情报。每三个月，伊拢爱定期甲伊个国家的政府报告啦，吼。嗯、所以大家拢一定来听着讲某某大赛反国数值，应该不听着吼。为什么？为什么有这个反国数值的这个这个名称呢？因为我都要跟大家报告，大赛馆代表处基本上就是情报站。嗯，啊，情报站呢，你做啥？就做收集情报。嗯，啊，收集情报了后呢，就虽然讲今麦资讯真发达，买当大概是讲个透过经电话啦、email 啦，是讲赖拢会使嘛吼，就是重要、真重要啊，真迄、那个一情报拢未使未公开伫电话啊，经啊伫讲，所以才有啥？才有些大赛。每三个月、每四个月，甚至必了拢随时拢爱登去因的国会，爱去报告，爱去做反国述职。嗯，因为大使亲身登来讲话、登来报告，无拢别人话都窃听啦。嗯，迄叫做大使馆的功能、外交官的功能啦吼。嗯，所以只要你若无了解，你会感觉讲，奇怪，啊，这大使那一点来登来啰啰嗦啦吼。嗯，因为伊有必了的时阵，国会才叫伊登来国会外交委员会，或者总统。拢会当随时请伊登来做迄个报告、嗯、啊！迄、那个国家最近发生一寡动乱，迄、那个国家最近发生什么代志吼？啊，伊爱是登来报告，哎、欸，登来报告呢，就是啊，就是遐有真侪话袂使互别人听啦，吼、嗯。过来，每一个派出去的外交官，伊拢爱去收集伫迄个当地，不管儿童、妇女、老人、战争、国防、外交、环保、交通、教育，伊拢爱去收集资料吼。比如讲，伊拢爱去啥？派你去国家的大使，伊拢除了爱去收集资料以外嘞，伊每一工拢爱看迄个国家主流主要的媒体，比如讲报纸啦、杂志啦，所有的刊物，伊拢爱去看。看了后呢，伊就爱交代伊的秘书、伊的助理，或者是伊的迄管理的同事嘞，有一个新闻官专门咧负责加简报啦。嗯，哦，就讲这个报纸，哦，每一工你就看了这个报纸，啊，这报纸就今仔日有一条新闻真重要吼，甲、嗯、经济有关的，还是甲政治有关的，嗯、啊，这个大赛一定会伫遐呢做记号哦。比如讲，伊甲画一个车啊，啊，等咧边啊，啊，就有人去加，啊，加了后呢，加了后这张报纸呢，啊，去搭那迄款 A4 的纸的顶头，啊，不但搭伫遐，啊，佫是注明日子，啊，这个版别，吼，啊，先机贵。安尼分类啦，拢报纸拢爱分类，杂志嘛爱分类。啦，吼，经济啦，吼，什么什么国，嘿，国。因为我嘛做过两年的新闻官嘛吼，啊，所以遐报纸、杂志伊若收集到一个，特别一个月来搞，都爱规包寄登去，迄个伊家己派来迄个国家，嘿，给遐个国家的这外交部、经济部、国防部、各部会拢去做研究，吼，因为即个你有分类嘛。分类了的时阵，你著寄转来到伊你家己个国家的时阵，伊个各部会，但是拢爱去分类，爱去了解啦。嗯，对。安尼就是啦，安尼叫我都讲知己知彼啦。即个讲，你即个孙百胜，即个你中国人讲《孙子兵法》啦，即个讲知己知彼啦吼。嗯。伊即个基本要件，即拢是所有的外交官爱具备的基本的要件。是。哦，而且派出去即个大使，还是讲代表。嗯。伊派出去了后，伊都爱定期哦。嗯，比如讲，伊定期无定期嘛，无要紧啦吼。就讲伊爱进阶，吼，伫伊迄关大赛关，也是讲伫迄个伊个迄关官邸，爱去邀请当地国个迄关各阶层，以及关个社会人士。理事长啦，党署长啦，吼，加迄个较头人个就对啦。对，当然你若唔是大赛级个吼，当然无多邀请官方个嘛吼。是啊，但是你当邀请当地国会议员。当地民意代表、民间团体领导、领嘿，对，啊，对啦，来你的官邸遐，啊，比如讲来参加这个宴会、来交流，吼，啊，来参加这个的酒会安尼嘛，吼，嗯，这都是外交官应该爱做的基本。做迄落民间的迄落感情联系安尼。嘿，关系就是，迄落是国公共关系啦，吼，国际公共关系，伊拢爱捌，这是外交官应该爱培养的一个过程，吼。过去你啊看，过去咱伫北投吼，伫即个北投即马最近真出名的一个迄个向拆掉种餐厅，到是啥物
什么什么餐厅我未记得。对啦，有啦，有嘿嘿。迄、那个附近吼，伊北投迄个道江道江路啊，什么有一、有一个较早有一个做外交官训练所啦。是。哦，啊，迄、那个所在就是外交部设的一个外交官训练所。啊，外交官训练所的啥？就是培养这个哦，伫这个大学都毕业的出来。即系要做外交官的人，准外交官啦、啊。要派出国的即系备用人才，拢要送去外交官的训练所，啊去学一寡国际礼节。哦，包括比如讲，你去国外了后，啊，你要去参加人的酒会，参加人的宴会，哦，爱穿什么衫裤，爱啊你爱讲讲话，爱手种种安尼，嘿，佮食物件，哦，有个人就夹筷子夹到足歹看的，啊，你去做外交官，讲你就人若想哦，尊重讲哦，你是夹筷子国家，结果你夹一个筷子到镜头啊，安尼指。对了，啊、所以其实哦，干阿外交官的即款，干阿讲酒会的，因为咱时间上啊，无都讲我真细腻啦吼。我干阿讲一个酒会的基本礼节吼，都好啊，因为就真侪我拄过外交官拢唔捌吼。干阿一个外交官去参加一个酒会，还是讲你家己要请人客，你要办一个酒会，你拢爱起码要知影讲，什么叫做饭前酒，什么叫做饭中酒，什么叫做饭后酒。你一定要先知道这个酒怎么分、要吃饭之前喝的是什么酒、你如果吃饭的进行当中喝的什么饭中酒、吃饱了后要喝的饭后酒、什么酒、这你都要办、再来什么酒要用什么杯啊，那都有固定哦，不是说不是像我们国产政客一个碗公的，我也听我喝米酒，也听我喝威士忌了、这就是外交官的不一样、因为一个外交官的内涵可以让那个国家的人看出来你这个国家的文明度嘛，对、所以一个外交官派出去就代表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素质，你的清茶，你的言谈机制、你吃饭的过程，啊，你这个穿的服装，伊拢规定啊，什么款的场合你要穿什么衫、真正式爱穿燕尾服啊，正式的礼服西装啊。其实讲的吼，这拢有足深的一个课程啦吼。对。你看看台湾吼，台湾我是台湾，是感觉讲有淡薄水土不下啦吼。我去看过真侪的演唱会啊，是讲表演会吼，我拢一定上起码有跟你去带啦吼，因为。在西方国家的人来讲，在文明的国家感觉那对表演者是一种尊重，对，但是很可惜，我们在台湾在国家级的一个这款音乐的音乐院还是剧院，有人穿短裤，穿衬衫，穿拖鞋的，这是说这种，还挂一包东西，东西还边那个椅子空位就坐那里，人边的用徛啊，伊迄个物件袂讲摕起来都互人坐安尼。所以吼，咱这个水准吼实在有影。所以咱未来的政府吼，应该吼爱好好去提升，好好啊去教育这人民吼，哎，这安尼才有法度甲国际接轨啦。是啊，无咱是讲吼，台湾人会变做个敢若有钱安尼呢？对，剩咧拢无半。穷的只剩下钱。嗯，啊，这唔是咱台湾人。啊，无文化，无什么上迄落素质啦，足低安尼。啊，人外国较有素质悬的，人国家人就无爱甲你建交啊。是啊，我看到你人民就这个印象。对，所以我定来咧讲嘛。台湾其实不是干薪水倒退十六年呢，对，咱的文化水准是倒退五十年前的日本时代呢，比日本时代都还嗨哦，日本时代，人阮阿嬷有寡有礼貌咧，是，日本时代吼，讲白菜面的红呢，做唔对代志吼，人知影反省，知影廉耻呢，吼，啊，日本时代人是足客气的，你看日本人吼，拄到人就是安尼好，头壳顶甲强要落去安尼是，对啊，对啊，其实咱的阿公阿嬷迄个年代嘛，差不多拢安尼是吼。是啊，所以我感觉薪水不但倒退十六年，咱的文化的水准嘛倒退五十年。是是，人甲人的迄个交往的迄款的拢，迄落人讲迄落足鬼诈的安尼。啊，因为即马电视顶面拢强调迄落讲白贼，会大声的拢赢人安尼嘛。啊，所以你认为讲吼，啊，咱这边啦，吼啊，最后吼。你来讲者，讲咱要安怎选择咱的迄落啊领导者也好啦，后壁爱服务咱的代议士也好啦，安尼这边有三张票嘛，咱要安怎去选择安尼？哎，第一点我是感觉呢啦吼，第一点我是讲，咱爱有家己判断是非的能力啦吼，就像咱唔免听人讲什么人爱选到什么人，是你用你家己心肝来去笑去牛，哦，伫所有即马目前的总统候选人内底，你认为什么人上界有诚信？
你认为什么人上该重视是非，啊，无你讲白贼嘞，嗯，吼，迄个人则是会当带领未来，互咱台湾搁再脱胎换骨，互咱台湾会当提升的真真正正的一个人吼。也，即个三个总统候选人内底，讲白贼的记录有两个嘛，嗯，哦。啊，咱也免讲什么人啦，我相信你的心肝内迄支手扭袂出来嘛，嗯，哦，对。啊，第二点，你要选落这个国会，那么即摆嘛要选落国会议员的吼，嗯，啊，国会议员是何等的神圣的职务呢？对。国会议员伫迄个西方国家文明的国家叫做 lawmaker， 就是立法者。嗯。一个要选出，咱要选出来国会议员，伊要替咱去立法的立法，迄，那个立的法律，那是真好的法律，真优质的法律。所影响的是2300万人共同的权益哦。是。如果迄个人选出迄个国会议员，连安怎立法都唔知影，连立法的议事规定也无了解，连迄款国会议员的角色也无清楚，讲也未晓讲，质询也无多质询，甚至质询稿也无在了写，迄款的国会议员。有啊，你写好好的念，佫念袂出来的。对啦，迄款的国会议员哦，老实讲比林长佫较差啦。好，所以咱哦，老实讲，目睭爱闭好金吼，咱要选一个国会议员，老实讲，拢爱真精神啦。嗯，咱爱选出真正有法度，和伊这人去入要立法呢，去入袂这个法律。会当发挥迄个功能。对对对对，唔是讲阿猫阿狗，我凊彩一个人就要选国会议员，我就你吼，咱爱好好选啦吼。嗯，所以第一点就是讲。国会议员迄个素质真要紧吼，伊本身的这个学识，伊本身的背景，伊本身做过，曾经对这个人类内底做过甚物款的贡献，譬如讲伊真有贴心，啊，伊都真有同理心，咱拢会通检验嘛吼。对对对，最主要爱足有知识的，爱足努力打拼，求上进的，有同理心足要紧吼。诶，即摆我看这三党所提出来，即不分区诶国会议员哦，老实讲，民进党的国会议员，华人看起来是真满意吼，伊会使讲，真侪拢服务，像咱那个社运的啦，像安尼，伊拢伫无同款的领域内底有发挥过迄款动力。某一种诶，迄个校龄捌曾经有展现出来。我想这拢是真值得咱去甲支持啦吼，因为立法呢要立一个法律吼，老实讲，迄拢爱经过真复杂的一个程序啦吼。我看过去这几年来，我看真侪立法委员哦，去做四年的立法委员，连立法院的议事规则，伊都搞不清楚。莫讲迄啦，啊，伊都含迄啰，人迄个医生摕预算书摕来，伊阁看无。啊，看灰灰手摸平平。对，啊，即马来最后一个动的嘿。哦，啊，这政党我想是安尼啦，政党我是讲。那是有徛伫台湾人的立场，吼，啊，处处拢是以台湾人的福祉为主，吼，啊，这个政党的登记都真真正正，都会使讲替台湾人立党，要来一直要来甲咱侵犯，一直要甲咱吃去的这个中国，我心闹些痛心吼，拢值得咱共同去个支持啦，吼。也其实讲起来吼，目前你个看，不管是所谓的哪色啦，吼，还是讲绿色啦，吼，老实讲。那些个诶，在政党结合起来，差不多拢是希望甲中国合作会嘛。对哇、啊。我会当讲出我个人的心声，我要做一个台湾人，我绝对无要做中国人。哦，因为讲足简单嘛，真侪台湾人、真侪中国人、世界各国的人移民去到美国，落飞机迄刻开始，伊就是美国人嘛。所以你伫美国唔捌，绝对唔捌听过讲啊，你是什么荷兰人，你是什么台湾人，你是中国人。美国人都讲 ，We all American。嗯，所有的台湾人，佮包括世界各国的人，移民去加拿大，落飞机了后，伊就是啥？完成报道就讲 ，We all Canadian。哦，移民去澳洲，移民去纽西兰，包括去新加坡，每一个人拢是啊，认同就讲迄个国家，因为迄是你要移民的目的嘛。你讲起来移民迄个国家，你就是爱认同迄个国家的人。啊，无采讲70年前，老实讲，迄是难民呢。哎呀，哦。走路来台湾，遐人就对蒋介石走路来台湾，才讲遐人拢是难民，都是即卖叙利亚啊共款。你甲你请。结果伊伫只70年，佫袂当认同遮个所在。我请主持人甲咱的侪观众朋友，你也注意最近即个叙利亚难民走去伫欧洲真侪国家。遐人去到遐了后，伊若摕到迄个国家的居留权，
伊就讲是德国人，伊就是法国人，伊就是遐个人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做一个基本的一个人类啦吼、嗯，你起码爱有一个啦，起码爱有一个共同的动力心啦。嗯、你去到迄个所在，你迄、那个所在是你家己要去的嘛，唔、嗯、是人家己逼的嘛。对啊对 啊。你要启动爱认同迄个国家嘛吼、嗯啊。所以讲咱唔盲讲吼，即摆即个政党诶，即个选票也是以讲对台湾有贴心的人吼为主啦吼。嗯嗯啊、所以在这次选举，我们希望说五万这2016年正月十六后礼拜拜六，我们可以给台湾可以迈向一个脱胎换骨最佳好的机会啦、嗯啊、这就是台湾人可能才有一个机会慢慢在世界上跟国际接轨，慢慢会让国际上看到台湾人的素质越来越高。好，感谢哈、哦。啊，因为啊，咱这普通的人也唔知讲外交官要安怎，要安怎迄、那个啊、用心安怎，咱这拢死老百姓嘛。哈、哦，迄、那个无伫迄个环境之下，根本就无了解安尼济嘛。我最后一句话哈，咱以后啊，卖讲老百姓啊。对啦，对啦。人民的。咱系啦，对啦，咱都一般的这个庶民啦，我都去知影迄个领域内底吼，唔知影遐个代。这拢是洗脑教育下的产物。是你若注意听美国的总统上一典礼，还是讲公开场合的各国演讲，拢讲是讲 We American， 咱美国人，咱台湾人，咱中国人，还是讲咱澳洲人，无要紧，咱唔通讲咱老百姓吼是无华人家无水准，华人家无头壳。老百姓基本上都有一个歧视啦，就像是讲这个咱这开埔这个新娘驾到。年轻人新娘驾到，对对对，是外国朋友梁修生导演得出来哈。哎，梁修生嘛，伫个差不多诶，即几年来拢一直咧甲讨论讲，咱爱改变有一个外籍配偶哈，这个名称不应该有这外资哈。对对对，这种有种带有歧视嘛哈。是，当不管到一个国家嫁来个家，不是台湾妈妈。对，好，咱以后会当讲一讲。台湾弱势妈妈，对，阿姨嘛已经有摕到身份证的，就是你的台湾的这边人。台湾囝呢，伊生出台湾囝，有可能以后台湾做总统。是啊，多谢大家。好，感谢，多谢。